谢谢柯承勋。好，我们请 Freddy 老师为我们讲评。承勋，其实哈，我感觉你唱日本话跟唱台语的时阵，是不是两种感情啊？就感觉到了台语，或是说台语你自己很熟悉，所以讲古爷拢生气。你到台语的时阵吼，那个音准跟前面在日语的部分就有一段差距了哈。啊，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后面你觉得。日语的部分已经结束了，你今天的功课好像已经又把它做完了，后面就较轻彩还是怎样了，这蛮明显的哦。但是你在日语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弹舌，那个嘚那一种音啊，我是很喜欢啊。我感觉这也当，因为这不是所有的台湾人唱歌都要用那个音，所以说你以后你自己若是有的歌你要有个人的一些特色的时候，其实你这是你可以用的，因为这是你在这条歌里面，我觉得你在拿捏那一种弹舌的音非常的恰到好处啊，这一点你可以拿来做参考。然后承勋老师好，这首歌呢，我有看到你对台语歌的一个企图心，就是你希望它有一些不一样的生命，所以你有做一些尝试啊。为什么日文跟台语也会有一个差距啊？我想我们对我们比较熟悉的人哦，都比较不礼貌的道理是一样的，所以你会以为你够了解了，你就这样回应就可以了。但是你对你不了解的这一块日文的部分呢，你就发现说你可以尽情的让这些声音哦、跟发音哦，你可以尽情的一点都不害怕的去演戏啊。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卖点，就这个可以抓住。看怎么运用在以后的每一首歌上面，然后在表演上、肢体上要想办法再细腻一点，让它整体流畅，而不要去重点是去点缀而已，让它有个连贯性啊。